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程一常被冠以老干部的头衔，事实上他的表现也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。老干部的标准是什么？板正，演技好，但活动少，露面不多，这正好契合新剧一部接一部，商务资源却寥寥无几的程一。在流离之后，程一接连播了《长安若》与《军歌山河明月》几部剧，在《手握南风知我意》和《沉香如屑》的基础上，他还是入组了《宫宿精英》，开始另一轮的进击。都说程一的影视资源强，商务资源弱，此话固然不假，但也并非全然。在程一合作的几个代言中，有一个还是拿得出手的，那就是浪凡。作为知名红血品牌，浪凡是法国高级时尚业的佼佼者，但他却在圈内诸多人气小生中独独选中了程一，无疑让人讶异。毕竟程一走红初期常被吐槽吐气。事实证明浪凡的选择没有错，程一虽然素日低调随性，但品牌的表现力却很不一般。看着穿着品牌的风衣，拿着一把伞大秀功夫，让人不免感慨司凤上身。程一不是司凤，他手中没有剑，但用伞一样很帅气。程一为浪凡拍摄的物料不在少数，也曾参加过品牌的活动。有网友晒出了程一活动的合影，生图中他的状态和剧中相差很大，合影者还讲述了自己追星过程中的无语事件，让网友感慨只怪程一太抢手。当日程一身穿黑色西装现身活动晚宴，该网友晒出两人坐在一起的合影，还配文哈哈哈哈，总算是同框了。生图状态下有点模糊，但还是不难窥见程一皮肤光滑，脸也小小的，他虽然坐在那，但坐姿力挺，仪态很是出众。晚宴之后，程一又陆续接受合影，当日他身穿黑色西装，内搭花色衬衫，时尚又略带雅痞范儿。181厘米的个头合影中也很瞩目，看着一旁的女子一手攀住程一的肩头，粉丝更是说不出的羡慕。程一素来低调，活动并不少，因此粉丝也错失了不少偶遇他的机会。虽然他素日里打扮休闲随性，但到了正式场合小西装一上身，妆发精致的模样，任谁也不免感慨一句真帅。精心打扮后的程一生图经得起考究，合影也不落下风，和剧中的路透反差却不小。他正在拍摄底线屡次被曝路透，都是轻装上阵。为了拍底线，程一剪了个小平头，本就青涩的长相便更显稚嫩，再配上这份 T 恤加衬衫的随性穿搭，乍看之下宛如意气风发的大学生。同样的穿搭不止这一次，另一次被捕捉到上班生图的程一同样是白 T 配衬衫，走路蹦蹦哒哒，看上去少年感十足。如此形象和晚宴时西装革履的模样相比，反差确实相当大。程一晚宴的合影状态自然备受好评，但合影者也讲述了自己和程一同处的无语过程。合影者表示自己的座位就在程一旁边，但因为自己起身和友人说了几句话，位置就被别人占了，自己站在位置身后许久，对方也不愿离去，直到开口自己开口才让开。该网友还表示，我理解遇到喜欢的明星的兴奋心情，但是起码的尊重和礼貌要有。对此网友表示赞同，但也感慨都怪程一太抢手了。很多人通过司凤一角认识程一，成为无数奇异果中的一员，但久而久之，程一的温暖努力逐渐感染到大家，对于这个近30岁才走红的大男孩，众人心中总是多了一份怜惜。虽然相识算晚，但未来还长，希望程一和奇异果爱意永存，相互奔赴更好的未来。